这游戏叫 Inside，Inside 的意思就是在里面某个东西的里面，对不对？耶，我好厉害哦！我以为我会摔死哎！超会，超会，一看就懂，哈哈哈哈！是不是？又进去吧。尾巴好恶心，然后尾巴在扭。不能抓，哎，不能抓吗？哎，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，得到情报就是一堆人要追杀我，有一大堆鸡在跟着我，一大堆的猪，死猪的尸体，其中有一只猪有虫在它的身体里面，然后一大堆人，被改造吗？一大堆丧尸，原来这是丧尸游戏，对对对。哎，这个特务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。等一下，让特务研究一下。让特务研究一下。完了，被发现了，要被抓着这处了。不是，我是丧尸。走了。停了。有神奇宝贝，停下来抓一下。我低头。走了。皮卡丘。有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停下来抓一下。杰尼龟。哎呦，糟糕，高难度哦！小火龙。跳！好，不错，很好。我飞天啦！看看左边，再看看右边，很好，没有宝可梦驱走。这狗给我过来！我们水下对决，有种给我过来！他真的来了！哦，水中扭打 ，what？ 我以为狗不会游，狗不会游泳，不是，我以为游戏的狗不会游泳，被唬了。小鱼三，你抖音乐吗？应该是游进去。我因为我游戏当掉了，它出现一个已经停止运作，要我按关闭程式。游戏当掉了啦！我游戏当掉了。哇！哎，我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我以为只有 PS4 会这样。常常在看我台的干爹都知道，玩 PS4 超容易遇到游戏当掉，然后要我重开的，我真的是很傻眼。我现在以为玩 Steam 游戏不会有这种情况， Steam 也会。
石天也会，怎么会这样嘞？不要在油下面。我刚被吓到！我一个吓到，我溺水，我都忘记。解谜游戏，这是解谜游戏吧？这不是恐怖游戏吧？你知道现在是几月吗？你突然，我刚刚才完全，我真的是，我刚倒抽一口气，我真的心脏丢了一下，我以为，哇，这样啊，哇，不是我玩恐怖游戏，我会有个心理建设。你今天你没有个心理建设，你就好像是你在看别人抓宝可梦，然后你以为他快扔到快龙。他扔出水宝贝桶，扔出去那一瞬间，丢到快龙那一瞬间，他妈突然出现一个女鬼，跑在你的画面前面，哇！谁不会被吓到啊？你就以为他是在抓快龙啊？同样的道理，你以为你在玩的是悬疑游戏，哇！今天出来跑了一个什么网高黑密码说，你不知道什么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请跟随导游。导游叫你们去死，你们就要去死。导游现在又要开电梯啦，等一下，导游想先看一下左边有什么。导游忘了。哎呦，导游发现这边有根绳子，他命令你们要把它抬高高。很好，很好，抬高高，耶！噔噔噔噔。哎，导游爬上来了。到了，到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哦，别这样盯着姐，姐会害羞。别这样。有点害羞。不，这景象，好像在今天的某个公园看过。他们是要去抓宝可梦吗？我抓宝了。姐带你们去抓超梦，耶！有超梦，姐好棒啊，耶！嘟嘟嘟，等一下。弟兄们，如果我说跳，你们会跟着我一起跳吗？感觉会哦，他们都很义气，一起跳跳。我最喜欢看叶子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，利夫比特波波。弟兄们，你们刚刚没有跟着我一起跳，我很失望。姐真的很失望，我以为你会跟着我一起跳，共患难，共生死。你们现在一个个盯着我，就想怎样？抱会惹我，盯着我心里发寒。